早上七点半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Buen camino. OK. Hey, 大家好，今天是朝圣之路第一天，然后呢，现在是早上七点半，我们准备出发去下一个城市了。今天是很硬的一天，因为今天大概要走27公里，所以我们很早就起床出门了。昨天因为转机。然后来了一趟很长的旅程，所以很好睡，一觉到天亮。今天就精神满满，可是呢，现在有点下雨。然后今天看气象预报呢，也是阴雨绵绵的一天。希望我们今天就是顺利到达。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22.6公里，然后6个小时。可是我们觉得呢，我们一定会超过6个小时，因为我们就是慢慢走。好，正常来说应该是像那个路牌一样，要翻越一座山，走6个小时半这样就到。可是呢，因为现在是冬天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登山，那个山已经封了，从11月开始就封山，所以我们要绕路走，走另外一条路过去，所以可能要更久一点时间。你抽烟了，也只能够苦中作乐了。27公里。我在路上捡到了一个木材，当我的登山杖，然后把它弄得漂亮一点。像不像那个交通管制的人？超像，就是要听的意思哦。啊，我们从早上七点半，然后走到现在差不多中午12点半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走到西班牙了。过了这条河过后，对面就是西班牙了。我们就这样走入西班牙，很酷有没有？而且完全没有边境的，就这样。一个小桥就过了西班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西班牙了。耶！啊 ，Hola！ 好累啊！现在我们大概走了23公里，然后我停下来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前面有一群狗，然后我在等我的伙伴们一起过来，可是他们有点久，所以在这边等。好冷啊，这个冷风啊！然后刚刚上这个山啊，哇，真的是没有止境的上山。其实我还没上完哦，你看前面还有山。我们走了大概有2个小时有，就是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，完全没有下山，就一直往上，哇，超难的。他们都说第一天最难，果然不负众望。我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看到他们啦，感动！背包旅行的粉丝们，我这边只需要跟你们讲一句话，就是不要来朝圣之路，放弃朝圣之路，没什么好走的朝圣之路。因为我责任感你很厉害耶，你怎么要靠那双鞋走到这些路？真的，果然你们按赞背包旅程的粉丝专页是对的，果然你们按赞背包旅程的粉丝专页是对的，对对对的。你知道我在这边干嘛？我先把这只棍要磨完了。啊，真的很累。哎，这真的是恶魔的始源。如果没有结伴的话，我是不会走这条路的。那如果今天给你开始再重新选一次的话，有结伴才会走这条路吗？我选啊。他怀疑，他犹豫。啊，对，犹豫啊。如果是这样有结伴的话，走后面100就。然后你又知道后面100很简单。我们还有700公里。对啊。你要想想看，对得起这9000个粉丝。你知道在下面讲最多加油的是对你说的。我的天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可以。他们太了解我了，那些朋友。哦，听到很多狗叫，可是没有看到狗本尊。对，幸好啊。我们终于
要上大了，继续上山还是？终于把今天的山爬完了 ，Oh my god！ 现在来下山，然后就到了。跟大家讲，我的鞋子呢已经完全进水了，因为从一开始走的时候下很大雨的时候，我左脚的鞋子就进水了，然后呢一直都是湿湿冰冰冷冷的水，到现在呢我脚其实已经没有知觉了啊，这边也买不到鞋子，这小镇，好吧，我要看怎么弄干它才可以。好了，我们走了10个小时，现在是下午5:30，我们终于抵达今天的目的地，就是这个小镇。哦，好累，可是呢，终于到了，开心 ，yes。好吧，我们要入住 hostel， 然后明天的话再继续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Bye.